这个球有点挤到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一开始手很深，跑了很长一段距离，启动的时间掌握的不错，反应真快。詹志尧是踩了这个风火轮呢，上前把这个飞球给接杀两出去。我刚刚没看到风火轮，我看到的是一好像是光速一样而已。哇，那你看到比我还厉害。我不过是风火轮，你都看到光速了。